内战也是非常的非常高兴啊。对啊，至于我们来讲，其实就相对来说情绪会要稍微低落一点。但是我们解说这场比赛的话，可能会对本土的战队会比较了解。对，而且他们对对方也是非常了解，所以说办的人也都是知根知底，都是的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就是从办国外队还办中国队，就国外队毫不犹豫小精灵先办，但是换到中国队，我们 DK 就是先办掉了陈。国内战队互相办小精灵的情况其实并不很常见。对啊，看到这里是把 DK 的炼金术士放了出来， DK 在这个点上的胜率是非常高的。嗯，现在就看 IG 会不会拿小精灵了。嗯，很有应该放出来了，不着急，我觉得应该不着急。不着急吗？你觉得 IG, 他既然第一手没办，我觉得他们觉得他们如果要打小精灵体系的话，那你要拿了就要拿了，他不一定要拿，就是这个他们不想打小精灵就可以不拿。嗯，拿的话肯定是前两手肯定要拿掉了精灵。那么看看这边，我觉得抢小狗可能性更大一点。小狗，嗯，包括像先知、小狗这些英雄，对，都是要考虑到自己后面的体系。哎，而且你拿出来之后，他依然在后面，你可以补小精灵，可以补。嗯，拿小狗，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不拿小精灵？小狗先知可以拿其他的底下没萨吉，还有中国、中国风很明显，中国风很明显。这样对线的话就会非常的强势，因为你拿小狗，如果不敢去找对方刚的话，那你就有点被动了。炼金术是无解肥，基本上是一个破不了的局面。那是以中国队的风格的话，肯定会去刚了。是的，你这两个配置一出来嘛，基本上就要刚了。哎，是。这边是办掉了黑暗贤者和这个蝙蝠骑士，是特别是黑贤在这届 TI3 尤其是小组赛中的表现是非常的抢眼，是胜率最高的几个英雄之一。DK 这边可以把痛苦之源拿到了，我觉得拿下来了。拿吗？痛苦之源都要拿，都要变老干爹吗？我觉得不一定，每个人都一定是对 DK 的风格，都要学老干爹。风格是可以不同的。我们包括蚂蚁，果然是先把核拿到手中。那我觉得话应该是中单的炼金，然后右单 Burning 的蚂蚁，右侧的 Burning 的蚂蚁，应该是月如的一个啊，对，真的肯定是这样的。月如还是最近发挥的状态还算不错。基本上他们将拿人的话，月如肯定是中单的那个炼金了。谁跑了基本上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二阶段的半选情况会如何展开。作为 IG 来讲，应该对于这样一个阵容的选择还是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料。对，这算是 DK 一二手直接把这个双尾盒拿到手中，因为炼金虽然是个大盒，但是按这个打法应该前中期会偏打架一点。嗯，我觉得 DK 他们这个拿法应该是 IG 完全能想到的。那看看他们会不会用一套比较沉稳的战术体系来应战。其实很多玩家都在讨论这点，包括这个战术上的求新求变，并不是一个盲目的就是不一样就是好的。你像在国外队伍这么多年一直被压制的情况下，今年翻身仗并不是说他们盲目的来抄袭和学习中国队伍，而是坚持自己的风格，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。而且我甚至觉得可能国外队的话 ，Lens 今年可能要比中国队更强。嗯，从目前我们从综合实力和数据表现来看，很明显他们的综合实力应该是在中国目前所有队伍表现之上的。只能看一看同福跟 Navi 的战斗，还有接下来我们这两支队伍之后再一次迎战他们能打出什么效果。DK 是办掉了蓝猫，我觉得 Park 也可以办了。嗯，就是以防他形成那种之前非常强势的飞狗组合。拿维萨吉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其实在这一手可以换的英雄应该就是直接拿帕克。嗯，作为 IG 来讲的话，肯定是办 IG 这边办的话，基本上就办狗小狗帕子了。嗯，办电魂吗？没必要了，我觉得应该不拿电魂了，对吧？电魂肯定不拿。那你说兽王呢？那家海妖会不会可能办？小娜迦，兽王也有可能。不过 DK 打兽王的话，不算是特别频繁。对，不怎么会打，不算特别频繁，也能打吧？兽王我也能打。我觉得兽王这个英雄的话，只有老玩家玩的多，哎，真的是老玩家玩的多。果然还是办了帕克。国外部分的 DK 这边都考虑时间非常短，基本上。对，我觉得 DK 办人的思路就清晰很多。很清晰，对。之前橘子在办人的时候就陷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状况，办了蓝猫留帕克，或者是搬个屠夫留帕克，然后被纳维的这个帕克连秀两盘。刚刚 S4 的这个帕克也是我们在场外，看得如痴如醉。痛苦之源，这也是一个对付小狗非常有利的英雄，最近在辅助位的表现特别的强劲。伐木机，哎，出来了，我的一个英雄，最近也是终于登上了这个主力的舞台啊。对，其实伐木机也是可以带着小狗飞的那一类。还好吧，我觉得端伐木机是不是没那么靠谱？哎，这样看我们想想，430玩什么？430。430可以玩伐木机吗？月风的伐木机。我觉得应该是月风的伐木机。对，以 IG 的风格。IG 的风格应该是月伐木机扛压中期去补。对。之前我记得同福有拿出来打伐木机是跟接扛压然后不补就都辅助了，那就分盘了，这伐木机就没用了。他其实是秘法流，然后还凑合。我知道怎么玩这伐木机，就飞盘，对，飞盘流。好，郭大哥，你精神我对你拼了，你精神被削属性其实蛮伤的。对，看一下这一选 DK 这一选应该很关键了，决定他们这个酱油搭配是什么成果。DK 这一选，
哎，这枚太极拿出来要钢三，我觉得这也不能选这个线上小鹿吗？可以考虑拿野区英雄，小鹿可以，应该是小小鹿可以拿。如果要保线上的话，小鹿是最合适的。但是你其实如果是蚂蚁带队钢三的话，不是那么怂小鹿。但是小鹿这个面对对面的那两个爆发，好像团皮是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可以考虑大树还大树了啊，大树蚂蚁的一个组合。嗯。这边之前是办掉了陈和这个黑鸟，我跟大家说，其实如果在陈有的情况下拿陈是非常舒服的。那陈的话，你看 DK 一手自己办掉了。是的，他也比较害怕，因为最近来看 IG 其实中国队伍都开始重视对野区几个关键角色的利用，而且好像进入淘汰赛之后，陈的胜率是非常非常高。哎，在这次 TI 赛当中，因为陈这个英雄的话，昨天我也说过，只要他打顺一波之后，节奏就很就挡不住，有点挡不住，对，然后就奠定了乙方这边前期的一个大优。嗯哼，就这个英雄是有具有这样的一个优势，而且这个英雄很贱，就是能传龙骑，这样是一个三合体系。对，至于 IG 来讲，这样的体系可能更符合他们原本的一个人员分配。他们在最早的时候打出锋芒来，就是三合这种多发育流。嗯，而且两边阵容来的都很偏重。我觉得 DK 这个阵容其实干个能力不算特别强。DK 就是他这个阵容不是杠的，他就是一个战线打反手，战线抓后期的一个能力。打反手，现在前期也能打野，但是效率有点低，是吧？效率有点低。他还是不要打。没事做，拉拉野，顺便打一打，然后有空的话大哥一起收了他发育波。我觉得不允许他打，因为这盘的话线上压力应该会很大。他战线帮不上忙啊，米团线上压力更大了。这一手拿的我其实觉得还是蛮精髓的，他应该是可以考虑就是线上放蚂蚁扛压，大树给他掏树甲，然后这两个人要么就是拉野去了，要么就跟着到处乱混。你占线，我觉得你除了陪葬没有别的意义。谜团也可以野区打野，谜团还是列单，这样我觉得还行啊。蚂蚁大树的话在优势路，然后谜团打野去，谜团打野或者列单都可以，然后列树再来一个叉 B 的位置。他如果来你这个优势路刚三的话，你列势路谜团压力不大呀，有点大。而且你看现在人谜团搞不好能压他优势路那个吧，他中路是龙骑，谜团打这个伐木机肯定不能压的。打伐木机不太好打，真的不好打。伐木机这个英雄现在其实谁都不敢说，都压不了，一打一都压不了，因为小谜团点他只有被动，根本就不需要，而且他可以用那个死亡好打一点嘛。如果我们单纯靠对线来考虑，最后一手两边都现在都不太需要圣堂了。我只说从对线的角度来考虑，我们拿圣堂打伐木机好打吗？还可以，还行，非常好打。只是现在圣堂的登场率好低啊，非常低，相比去年这个时候的升堂刺客 TR2 的时候，锋芒是碧露，这边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月月风，船棒还是坐在了这个离摄像头最近的位置。对，该本来人就大，他在旁边碎碎念，好像队友都没听他的。然后周神几乎被他伟岸的身躯挡住了一大半。可以说两边阵容都拿的怎么说都可以打，而且确实选的都有点知根知底的味道，都知道你后面要拿什么。但其实 DK 这套体系打的不是特别常见。但 DK 这个阵容最大的一个劣势就在于前期可能输出有点问题，偏软。然后他是靠大招流，大团控，对，非常厉害的。双团控这个体系以前应该算是老干爹的一个保留项目，但是今天是 DK 拿了出来，而且对线方面来说只能说能混，但是不敢打，肯定是没有什么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优势。打优势就不了，只要不裂我觉得你就很不容易了。对，中路龙骑打炼金也占不到便宜，然后下路谜团打那个伐木机，以我们现在对分路来猜的话应该是钢三，但是他也不一定会去钢三打蚂蚁大树。哦，办了拉比克。这个拉比克都还好吧，就我觉得刚才那个老干爹打一队的那个冰女拿出来也还不错。他主要是小娜加飞机加冰女形成了一个小体系。哦，这边是死神戴琳影魔，当时给我们带来很惊艳的一个表现。死神戴琳其实是特别受外国欢迎的一名选手，他是也很受中国观众和玩家的喜欢，就是、外国特别认可他。说实话我是不想再提起刚才那一把了，因为刚才那一把说起来满脸都是泪。是的，真的是前期那么完美开局，然后被一两波团打成这样，就不想再说了。CS 他们那个体系团战确实有强劲的地方。复仇之魂再次登场啊，其实以前应该算是 DK 比较喜欢拿复仇之魂，在中国队当中也就他们拿的多一点。而且复仇之魂可以克谜团，我觉得复仇之魂打到大赛后面还是非常厉害的，因为他是一个打团非常强势，而且是一个稳定先手，打团就需要先手。现在两边阵容好像先手都不是很强的情况下，但是复仇之魂一拿就不一样了。对，谜团容易被克，而且他如果想要打一个完美团的话，恐怕要特别注意复仇之魂的位置。对，而且一不小心 IG 就被先手， IG 有两个点可以先手。现在反而 DK 这边很被动，就阵容选出来，发条也需要反击师。是好的，那么他们是弥补了自己先手有所不足的一个缺点。
再看 TK 在前中期很长一段时间输是非常的不够，而且 TK 是这个分路已经明了，大树优势路把蚂蚁猎单发条，中路的炼金打野谜团，没错，就看 IG 会不会针对了。我觉得不针对的话 TK 只要稳定的度过前期，他们中期这种暴击团呢还是可以的，还是有特点，但是他们要求主要是几个大哥都觉得不错。对，最让我喜欢的，我是更喜欢 IG 的阵容，因为 IG 阵容有控制、有爆发，什么都有。基本上，我觉得如果让、我觉得这个 VS 带着狗去换一个人，这个也挺凶残的。问，我觉得要打个问号，要想一想。而且这盘狗的可以钻伐木机，对，伐木机是好的。bug 它可以钻伐木机，所以说我觉得要半人还是半不完。伐木机切入也是非常凶的，关键但是我觉得伐木机这个英雄对选手要求很高。他切入一方面是切入的位置不稳定，对，他不能切入的特别突然，他的切入不算是特别的突然。我们看一看这边选手的一个分布啊，月如的炼金术士，357的谜团，毛毛鸭呆呆的这个大树，然后天尊 RTK 的发条，以及 Barry 逼神的蚂蚁，这个应该是分位置很清晰。然后这边月风的伐木机没有问题，应该是他猎单吧，周神的小手还是猎入钢三，钢三吧，钢三形象线上那么弱还包，还有个打野的，然后430的，他们可能是想不过你猎是不是钢三，应该小狗也是无解肥啊。对，这边已经带好阵营了，是小明的复仇之魂，然后刚才看到这边月风的伐木机之后，小狗是谁啊？小狗是周啊。其实以前这两个位置其实可能都是月风会打的稍微多一点，包括小狗以前是月风的一个招牌英雄。不过这一盘的话，分路压力对阿杰来说不大。我看这边野区看到 Burning 了，应该是没有上，应该没有任何问题，应该是不会做什么。对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来封野的，来封野的，是的，不是来干嘛？来封野，把谜团也封光。好 ，IG 和 DK 已经交手过11次，其中 IG 是8胜 ，DK 是3胜。对，所以说 IG 打 DK 胜率很高。就是虽然 DK 最近的表现很强劲，但是就是有点怕这个 IG 对 IG 虽然最近很低迷，但是打 DK 很有心得。是我们这边论坛上 WU136SS 说的 DK 拿炼金感觉有点稳。DK 炼金体系还是比较出色的，但是以前可能是 B 神打这种核心炼金多一点，最近反而是让月如打这个中单打架炼金多一点。我们也是同时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游戏风云的论坛 bbs.gamefi.cn 跟大家来讨论。不刚了，我刚才也想说，不刚的话，这个伐木机压力也不大。我刚才觉得应该是把小狗放上去吧，他们应该是稳定保小狗无解肥，这样猎单月风是能混的，就是这个阵容肯定拿他没有什么办法，没有办法。蚂蚁打大家加大树，我觉得他上来就直接升级被动了，根本不用想。可以看他可能是求稳，对，求稳说万一有危险我勾一下逃跑。从龙骑打炼金，炼金有大树的话。应该会比较优势。我们看现在大树是在干嘛？大树应该是找机会拉野吧？拉野去了，也堆一堆野，对吧？也拉野拉。下路大树给蚂蚁敲的甲，逼下月风的等级。月风现在还是不敢加点。下路看叉 B 的发条了，这盘天尊，双倍的小刀，双倍小刀没用啊，还好。对，就补刀不漏呗。炼金术士已经是上来两个三物，把兵线逼到对方的塔下。430这边有点囧，不开心啊。但阵容方面来说的话，IG 中期会比较凶猛，而且往后走，我觉得 IG 这个阵容也不虚的。对，所以关键是他们阵容的话，控制爆发都很高，这个阵容就拿得比较好。龙骑基本上是晕一个就死一个。IG 的阵容和 DK 阵容，只能说选出来都特别符合他们自己队伍的风格。目前光从阵容上来看，我觉得IG 可能是要胜一筹，对 IG 这个阵容是要胜一筹的，爆发比较高中期，而且伐木机也没压力，反而XB这边压力很大。我其实觉得 DK 如果拿了一个拖后打不过的阵容，DK 是拿了一个打团，一定要很细腻，对，就是谜团的大招容错率很低，一定要拉好，对，容错率非常低。对面其实反打很强啊，他只要伐木机顶在前线，然后跟小狗这两个点，再加上龙骑肯定不用说了，这是一个历来就是一个先锋大将。不过蚂蚁的话补刀还是压了炼金很多啊，是伐木机很多。蚂蚁前期稍微有点怂，他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不敢乱动。我们看下中路的话，龙骑士被稍微小压了一点，很正常嘛，应该前期等级龙骑比较低的时候，这炼金压两刀无所谓。他现在磨平，也出来了。这个头盔一戴，我第一时间还以为长得有点像小强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小贴士，是 TI3 当中登场次数排名前三的英雄，分别是维萨吉、蚂蚁和小狗。
我觉得这个蝙蝠是登场最高的，不过只不过是常年坐在这个被ban的位置之上。有的话肯定选。对，没有的话肯定ban。其实欧洲队打蝙蝠好像没有那么的激情，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一下。IG有点想启动，这两个酱油也没发育。但是这两个人想打上路吗？我觉得，看天尊的应对吧。天尊这波有没有？他站的位置还行。走。卡兵往前走的话。马上回来了，问题不大。小明位置卡得非常好，想吃这个兵，但是马上发现了不行，发酵很肉，而且还有 C 不能冲塔，有小圆盾，有 C， 然后天尊还是蛮狡猾的，卡下兵，然后马上撤回来，而且还有大树，我觉得两边可以拉野发育了。对，拉野去呗。那去拉野发育了，船，我觉得船应该不会了。Yes 线可以单游，不过也没什么效果，可以应该是帮龙骑控控符，为最佳情况。守一下。对，然后起线上稍微避一下发。扒了半天嗓子怎么这么哑呢？感觉还好吧，还行吧，水土不服吧，有点。下路的话，这两个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补刀术。现在来看小丑还是稳定发育，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最终还算越野风劣势路抗压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打蚂蚁应该是不怂，而且对面应该已经看出来这个分路的趋势了，就是你三人路来打蚂蚁也就这样了，说实话就是你 IG 这三个人拿蚂蚁没什么办法的。对，但其实这种情况对 DK 来说最理想了，就对面不来刚你，然后蚂蚁无解肥，谜团无解肥，中路的super 也很肥，这是他们前期最理想的情况。反而 IG 其实让小狗来下路，其实蚂蚁应该也干扰不到他补刀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伐木机会好打很多，他上单打这个发条，我估计是打得他一愣。其实最关键就是他们两个酱油动起来，对谜团能够造成威胁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对，就是野区英雄不安全。对，而且中路也会有压力，因为他们下路的话有好油，就是他们不刚的话也好，因为他不光他们很奇怪一点，就是酱油发育有点慢，应该早点快速发育。这就是优势路酱油想双油，可选择的目标很狭隘，但是你劣势路的话，可野区对吧？可绕中，有时候也能反蹲这个蚂蚁，至少是吓他一跳。来听我声音很怪吗？不不，没有吧，没有。因为你觉得有点哑，他不哑，不了解你，因为巴老板声音一直很怪，不是一时半会是吗？你这又抓一个机会黑我。树精卫士和蚂蚁这个组合，在职业比赛当中胜率是有63%，很高了。40胜24负，这个数据很惊人啊。对，你说蚂蚁 A 一下打他两下，是不是触发被动效果两下？哦，我看元丰的加点是一个主 T 的加点。对。跟现在常见的这种主力的打法稍微有点不一样。这盘的话，岳峰虽然补刀少，但是有点急，防不急等级很高，5分钟5级、啊。中间两个人应该是又来启动一波，但是很明显苏克很猥琐，这波有感觉，对，有感觉。而且以这两个爆发的话，只要被龙骑晕到，苏克还是非常容易死的。不好说，伤害应该不够吧？你看炼金有六的，他有六的。有机会，因为控制时间比较急，而且使用爆发嘛，叫龙骑的一次多补。我这边也是因为有这个水友帮忙统计过数据，说这个 DK 拿出来的蚂蚁目前还是一个全胜的状态。对，而且是蚂蚁大树，他们比较擅长蚂蚁大树，就主要蚂蚁大树这两个点就保证了你线上会特别的稳定，不需要盲目的游走，然后对方也很难通过这个游走干咳来打开局面。你别忘了中间这个人他还有大树可以支援一下的。这波发现了 VS 的一个开悟，对吧？你想杀他挺难的。对，而且这盘 DK 前期做得非常好，两酱油一消失之后，是的，沟通很积极，都缩。你看现在小明和船就明显发现对面这个阵容恶心之处了，你线上站的三个人都不好杀，对，然后还有大树随时支援。这种叫 DK 线上站稳了还是比较好打的，只要能掌握两个大招的这两个大招的一个时间点去找别人打，然后别人找他打都不怕，只要能他大招那个 CD 能跟上打架节奏就很好打。是的，那现在应该对于 DK 来讲是一个比较符合他们需要的发展趋势，那么 IG 就迫切需要打开局面了。我觉得两边都差不多啊，现在两边线上都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两个酱油会不会稍微怂一点，而且两个酱油一游动之后，龙骑的补刀已经反超了那个炼金，压制了一下，明显是有压力的，肯定。但你如果以牺牲酱油这样一个发展为代价，只是压补刀的话，是不太能接受的吧？没办法，但只能说别人真做得好，就没让你游到嘛。那这样的话，大师拉野还是混得蛮多人刺激了。但拉野还是很舒服的。双方的这个酱油其实都还好。对，但是酱油这边是 DK 这边有优势的。DK 酱油发育好很多，因为谜团是单发育的，也是非常肥，但他谜团补刀41个。是的。这就是野区英雄啊。对，爆。所以之前刚才我跟巴拉曼讨论，这边谜团过来干嘛？想大招来一波，有点不容易啊。主要是为了插个眼，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就算了，拉倒。是的，这边430去往上路走干嘛呀？要破塔去了，要直接破塔，推进一下。对，非常简单。这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，就是破局的手法，逼你来找找我，或者我干脆就破你外塔，打开一下局势。这个塔 DK 有点难守，说实话，四人之力，而且四个人。哦，直接变龙了。上了。
还以为他要上去晕他一下呢。然后伐木机去中路补一下，也去干扰一下。兵团这一哥好疼啊！关键是六级的伐木机了，不好推了。DK 想换塔，你想走来中，对，那肯定是换不了了。这伐木机这个换位，我觉得很聪明。对，这一塔的话应该是很难守。看 DK 的关键是发条才有只有四级，不过 DK 的炼金也来了，应该要来了，炼金也要来。但是龙骑带队的话，应该强迫都能破掉。对，强迫了。不是很想放。你是一个满摇的。对，四三零龙骑拿到了一个塔，但逼神下路蚂蚁也在逼和大树，但是这个拆塔能力差的有点多啊。他们就是中西偏打团嘛，然后必须要团战赢了之后再去收塔。DK 现在应该是不打团，就是站稳线，然后塔战打团。这种节奏的话，伐木机有用了，他防守就厉害了。是的，他现在可以考虑直接出个密码鞋了。看这个塔，DK 能不能破掉？应该是也能破。对，这块塔防开不开？对，小反补，直接给树精卫士收了。对，自己也死不掉，反正。那树精拿一波还是凑合吧。还是觉得蚂蚁拿更好。是的，那总比被反补强。对对对，中路这边 DK 也逼。两边打的都是非常的稳啊，都在打那种。现在人头还是零比零。对，不落之魂，收了两个小儿子。基本上没有什么。三个。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头的交战，都是打那种局部的战术。哎，现在双方应该还是在坚持他自己的路，就觉得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我们双方都有自己的底气在。就看第一波交手了，我觉得很关键。两边开始都一样，然后中单也差不多。其实两边现在还是均势。中单领先一些。一点点，影响不大。嗯。就看什么时候两边能发生第一波战斗了。各破一个塔，对，开瑞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嗯，其实中国的比赛这样的话，可能看了观众可能会看得比较的乏味。其实刚才，干爹和这个 A 队打得蛮激情的，对，非常激情。是。包括第一局打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打到后面还是有点让人心神，心旷神怡。最后一个圣剑流。换家功亏一篑，很少见。如果赢了，真的就是神作了。但是应该不会给这种机会。好，伐木机秘法，两边不干啊。刚刚也有这个同学在论坛上跟我们讲说，这边已经是早上了，然后说要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来和大家问一问好。嗯，大家早上好啊。这边应该是刚刚下午接近晚餐的时间。对对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伐木机到这样一个局面之后，你再想来推到塔，其实蛮困难，而且很难杀。这个家伙就是特别难杀。这边 DK 也要发大了，率先。这一次应该是交大，哎，四三零应该能遇到。哦，看到了。但是不好打。反应很快，直接往上走了，上坡走。刚才这个位置如果强打是有危险的，非常危险。你打不动这两个人的输出不够。这边防不住 TP， 然后 VS 这里包要死人了 ，DK 要死了。VS 现在没六吧？但是 VS 有 C 就行了。有 C 就行了，不用他不用六啊，现在，因为龙骑很弱，根本就死不了。这两个人输出没什么输出的，这两个人这两个根本没输出，都是控。这两个兄弟小迷团都没有刚才。嗯，支持孙继培说老牌打加英雄 VS，哎，记得原来巴老板用的很多。现在巴老板还有冠名呢，是吧？我估计。打完 TI3 这个冠名就收回来了，为什么？拍一拍嘛。还有比我玩的更溜的吗？你旁边啊，你啊，你干嘛用这种眼神？哦，不是我呀，啊，我迪克尔说是我。我觉得你的 work 挺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可以重新复述一下。迪克尔是也有冠名啊，冠名播我点击手，我不是冠名点击手，屠夫我不敢跟拉登你抢，对吧？那你冠名 Park 吧，我冠名点击手好不好？可以，你冠名蓝炮。木木说你老玩蓝炮是吗？因为我人品好啊，经常爆啊。我不信。其实你别说，蓝炮好像就之前 DSL 的时候，橘子拿出来打了个酱油，然后黑了，然后就再没有见过其他队友了。那个蓝炮让我印象深刻，不生气的。蓝没有下过一半，就永远几乎是接近满蓝。哦，你确定他会玩蓝炮吗？好，我们不说了，反正回到比赛啊。是，这边因为两个队伍现在应该还是在按自己的步调在发育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些小细节的利用。对，这盘的话，两边应该是一个打团大战。是的，也不是。说 IG 这边打团完全没有打，只要 VS 换好谜团，其实是可以打的。对，只要扛住一波 ，IG 后续输出是非常的高。我觉得现在一个关键应该是让点资源给岳峰，伐木机他肉起来往人队里冲，你被迫开团就很难打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岳峰资源不差，比 XP 好很多了已经。IG 这边就是属于打起团来小技能多，就是我只要存活的时间够长，我就能跟你消耗。炼金哥亲自也，两边都不想打，哎，你发育我也发育。其实 IG 也知道这个阵容找 DK 打，我估计这个一血20分钟前能不能出来，我们打个问号。难啊，而且找估计应该有可能爆发塔战，我觉得。对，塔战是有可能的。现在看两边的架势都不想干人。IG 找机会，如果能抓到人是好的，但是就怕又像刚才一样，两边换塔打塔战，那你就没有人头看了，对吧？两边再换塔，哇，各种更新装备了。我一直觉得，哎，这一下是秘法鞋大树和臂章小狗都出来了。
这边这个吴屯说了，我也给大家一个小贴士。好。DK 在比赛当中只要叉 B 不崩就是好的。你这话跟没说一样，对吧？你这话跟没说一样。不过叉 B 确实对 DK 来说很至关重要，因为他列出路有时候会给别人惊喜，但是他有时候也是崩得很厉害。被杀翻。不过我相信在这个比赛应该会挺稳的，就非常小心谨慎。你就好像说同福如果跟 J 崩了，其实同福也崩了，也一样。现在他其实是蛮关键的一个节奏掌控者，因为一二位的发力期还是会偏晚。但是两边他列出路有点不一样，这边差别。往后走应该发条是肯定没有伐木机厉害的。对，关键是不过还好，用发条等级是换来酱油，两边酱油都肥，迷团也是肥，马上再做 BKB。是的，然后这边。哦，野区小王子，在每场比赛当中，谜团打野获得的金钱平均是2588，对，在所有的英雄当中排第一。哦，甚至比陈都要高吗？陈，除非因为陈有很多那种打加流的陈，对，而且还有那种推进什么时间，你肯定没有那个像 banana 那种发育陈打的钱多。对，谜团打的钱很固定的，不像那个陈有的时候运气好。好了，要启动了 IG 那一波 US 六级使用六级中路人要准备来一波，看看有没有挨刀的，试试看复仇之魂应该是有机会。好像没有，我都跑了，撤得非常远，都非常紧张。哎，这边是在收远谷了，开心啊！这边没有 IG 的视野，目前应该 DK 至少是说等这个炼金没肯之后再来试着推一波塔，或者是拿外塔，不敢说强推吧，试着耗外塔。这属于第二个断点期 ，IG 想组织一波进攻，但是他们基本上没做视野。但是要来 ，IG 还是要来，来不推进，但这波 DK 肯定要守，因为他们炼金没肯了。但是你推拖久了，其实对于 DK 有利的就是他有大树，对吧？你塔血耗不动。反过来你的塔耗一滴就是一滴，但是马上开战，你看大树这边也不敢修，这边是炼金，炼金没肯已经到手了，已经这个塔怎么打？这一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要打 DK 要打拼一下，而且 IG 是没有再来 IG 是没有没肯的。哎，一团直接杀龙骑吗？没有，勾了，哎呦，这波这四三零可以，这边非常好，拼团非常好，拉了，太漂亮了，四三零秒秒，这边还有后续输出，因为风速打得很多。哎呀，拼掉一个嘛。对。被蚂蚁后续收割，这波 DK 很赚，还能说一个，没问题。啊，这样的话是直接，哇，漂亮，这波还要杀 DK 队员的激情叫喊。这边是身上钻了一个狗，他们想反打这一波吗？反打可能要有机会的，我觉得是有机会的。开塔防，开启队友能不能 TP？ 要秒谜团，谜团现在走，快一点点，看一下秒多少，运气打得非常好，自己有危险。也是被秒的小狗这边在打炼金，炼金打不动吧，但是这边打不进买活，周神不要太恋战，自己小心安全。这边小弟不住，真的漂亮，这应该是死了，直接大树又救了一下，大树脚好厉害，大树还差一点点，要死，应该是有了，只能说大树的树脚真的好恶心啊。但这波的话不是你的蚂蚁是非常爽了，经济面很快了，看一看经济面板的一个变化曲线图。对，哦，很明显是 IG 打回了一点点，但是总体还是打出了一个上扬的趋势。没错，刚那波就是在发条勾空的时候 ，IG 可能觉得这个发条是有一个失误，然后整体回头，对，然后一下子被谜团大中了四个，这个有点。刚才那波就是 DK 正团战的一个尝试，但是很明显后续有点乏力，只要 IG 有人买活，或者是 IG 有人还有持续作战能力，其实就是 IG 改找你打，因为你两个大树加上谜团。在没有大招情况下还是比较废的。其实刚才如果伐木机没死，我觉得这波团是赚的。他死了，他买活了。就是他死了嘛。不过后续还收了一个差币，还可以，勉勉强强。但是 DK 肯定是赚到了呀。对，因为打伯利尼那么点打飞了，他下波就开始有 BKB 来参战。我觉得这个阵容当中，伐木机肥是 IG 很关键的一个点，另外两个人打开不了局面，这是。本届比赛当中最迟产生一血的比赛，确实15分钟一波团。对，但是这波 DK 来反推，我看 IG 的阵势好像有点不太想要了。月风没有 TP， 应该不哦有 TP， 应该不要了，但是不要没必要了。我要不用的马上开始打推进了 BKB， 马上 BKB 了。对，米团应该也快 BKB 了。哎，他其实是不是零开好一点？队友有人出零开吗？没有零开。你裸 BKB 未必有假腿。毛毛鸭吧，毛毛鸭有零开吗？也不要零开。没有啊。好，现在的话，我觉得 DK 是掌握了场上主动，因为这边米团也 BKB， 然后蚂蚁好，三五七的发育还是非常的快、啊。看一下，应该是已经有一个出来了。没有，有锤子，只有锤子，还差一点点钱，差个900块钱，再回去刷两波。
现在对 IG 来说就不太好了啊。刚才迷端是因为最后还是被对方给反打杀了，对，也是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发育。而且面对 BKB 的谜团 ，IG 非常依赖 VS 的一个换人啊。刚才 VS 好像是被大到了，没有换到，对，没有换到，比较可惜。嗯，对，南昌1500多楼的同学也说，这边 IG 这边的不好，最好先不打，因为伐木机完全不肥。这个英雄如果不肥的话，就很难有这个表现的机会。而且基本上，其实刚才那波月份表现已经不错了，打足输出了，而且最后配合狗那波杀谜团，还空了一个隐身附带的小狗。只是 DK 那波团战阵容太强势了，你被谜团大树直接搭这么多人。其实这个团已经没法打了，对，而且一棵大树。现在月风的第一波，看月风什么时候能补回来。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个噪音还是很尖锐。是。谜团的 BKB 还差一点点。我觉得 IG 这盘的话，试图等龙骑出引刀之后，可以对 DK 的野区造成点威胁，因为 DK 的这盘野区收入实在是太高了，对比 IG 来说 ，IG 的野区收入基本很差的，因为他们酱油都没有打野能力。哎，现在是炼金的经济已经飙上来了，7800，刚才那一波他也是打得非常的舒服。对，小狗的话也要做双刀，应该是。哦，现在还是要打速度走吗？这边月风，哎，想勾没勾到 VS， 对，勾到的话勾到了应该挺好的，捐了 VS 捐了。全了，龙骑引刀来第一波，第一波蚂蚁要杀，蚂蚁有机会的，但是他的走位非常好，有反野吗？他能看到大树得上了，得上了，他要补这个车就上，好的，杀了，看一下蚂蚁，直接被秒了，哦，直接被秒，输出太高了，对，而且是龙骑是双倍，对的。这应该就是他们理想的一个小节奏。对，而且 B 神也是不知道龙骑引刀了，这是龙骑引刀第一波，第一波非常关键，有理由成功这一波。这一波应该 DK 是可以接受的，就是这样被他们抓一波，不能，哎，炼金，炼金引刀第一波，对，也来了，小明，哦，魔棒一口，回速，有机会吗？不行了，好的，直接是被炸死了，对，两边引刀的话，第一波导的效果都还不错，都是。杀到人了，但是一个杀的蚂蚁，一个杀的，对，这个差的有点多。对，这样往下走，其实还局势还是很混沌的一个状态。主要是炼金是不是一个隐患？对于 IG 来讲，他们中期恐怕要施以更多的压力。已经是一个隐患了，对吧？这炼金19分钟13级，相位没肯引刀。对，你谜团和大树如果给炼金创造足够这个输出空间的话，炼金还是很可怕的。主要是炼金现在等级太高了，高的有点，高的是不是有点不正常？啊，是这啊这13级啊？对，430的话，这边完全跟不上他刷钱速度的，肯定是跟不上，而且周神的刷钱速度也是跟不上的。他是一个小狗啊，他不是一个特别善于 farm 的一个。我觉得总的来说 IG 这阵容还是偏打架，如果他们不打架想跟 DK 玩互刷拿不过，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。而且 DK 就看着你刷，因为 DK 的谜团一直在刷，是的，而且已经 BKB 了，现在就已经 BKB 了、他最希望你跟我刷，你不跟我打架，因为你不跟我打的话，我两边的大招 CD 一直能跟上，对，我野区刷得非常爽。对，这就是他们这个英雄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他有三个英雄站在线上可以打钱，然后我还有一个关键英雄大树随时能救，你还摸不透我谜团的位置，说不定就反打你一波。所以说我挺奇怪 GK 这把IG 这把节奏放得挺慢，我其实我挺奇怪的，他们应该再紧凑一点。对，明明阵容输出前期中前期爆发那么高，主要是 VS 跟美萨吉前期游走没什么成果，影响了他们中期的一个发力，有点这么意思啊。打对了，要这一波打对应该是 B 团节奏，是的， IG 这个我看到有同学师傅刚醒来就看到 DK 跟 IG 在打，听说干爹已经挂了，干爹已经是败者组了，还没有挂啊，就是败者组去打，输给了 A 队嘛，对，老大队看到可以开悟，这个应该不敢强打，强打出事的。对啊，这个肉山的位置也比较狭窄，特别利于这个 DK 的这种阵容去发挥，而且现在 DK 是兵线优势啊，而且 DK 巴不得要找你打团呢，现在你想跟我开团我肯定接，他两个大团控，哎，双 BKB 两大团控，伐木机噪音制造者又来了，哎 ，LE 还是蛮高的，但是架不住对方那个顶得凶啊。现在 DK 选择 B 波塔，看 IG 怎么处理。小狗呢？小狗没回来，好好的，还没回来，正在赶回来。那幸运的，应该两边都不敢开战这波。小狗好像身上没有 TP 啊，没有 TP， 我觉得这是 TP 上去的吗？对，对面应该走了吧？这边 DK 一三欧都不敢打，很谨慎。二塔不敢过分逼的，就是稍微试探一下，如果对方没有出现什么破绽的话，一般就走了。你如果说站位失误或者是人员不齐，我突然强打。就是机会，你看这里 IG 又来反推一波，应该是两边都很焦灼，都不敢打，中国队遇到大比赛就这样很谨慎，而且 IG 和 DK 本身互相也比较了解了，对对对，这个谨慎这个很关键，可能还是有道理的，但这个局面的话很明显对 DK 是有优势的。DK
至少 IG 现在不敢找 DK 打是非常好的事情。IG 其实是想打，但是不敢打正面团，他其实想打小范围的 PK。那谁跟他打小范围？一打就是五个，现在是的，一打就是五个。那五打五，对面不怂你啊？不怂，完全不怂啊！因为他节奏放慢了，你老是卡人家大招，没有卡人家大招 CD， 那 DK 就很舒服，很舒服啊。现在是B 团 BKB 大树装备是出什么了？我们看一眼。大树有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东西啊，基本没全辅助的一个大树。对，我们论坛上一千532楼的东明西影同学说了，以前团战阵容也流行过一段时间，对面买活，我这边打完我就撤。好的，龙骑引刀带小狗来一波，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有机会，有点机会，先抓到一个，但是很有可能成功。对，有点引刀到时间了。哎，如果是能，哎，可以引到，哎，已经暴露了，已经暴露了，到时间了，天黑好像没视野，没视野，没看到。第二个引刀，第二个引刀有机会。如果是能抓到这个第二个引刀，胆子很大 ，IG 胆子很大。哎呦，这个谜团站位非常的猥琐。对，进塔了，进塔了，没办法，肯定先手谜团是绝对有机会成功的。对，小狗加龙又来了这波，看到了一个不行啊，然后他看到发条应该是没有欲望动。你得打谜团，打谜团或者蚂蚁都有机会。蚂蚁不行吗？秒不掉啊！你大树招的甲，谜团在旁边反控，你黑了。再来一波引刀，但是我觉得这波有点冒险啊，在人家野区玩。有点要抓中路的炼金吗？哦，这边一个人不够啊，两个人伤害不足吧？不够在吗？哎，没出来，没出来，不敢，两个人还行，算了。哎，那这样的话看到了这波，这个眼就看到了。在打心理战。对，很谨慎，很谨慎。小狗蹲的有点久了，小狗蹲的有点久了。其实你这样挺耽误发育的。那没办法，他们这波就是想，其实是应该来找机会抓突破的。好，又选择强推一波，但是 DK 很明显加设防，炼金技巧摇起来，我们看这一波，摇血狗妖没反应过来，没闪掉，要被秒，狗妖就 KB 开大了，秒小狗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嘛？哎呀，运动也攻进来，也要没，这样的话这一波团是输得非常的尴尬，对，还有机会再追，好的，连死两个大哥，而且现在这边还在追，蚂蚁不是很敢打吗？对，不敢打。来杀叉 B， 叉 B， 小狗买活，一秒一个，小狗两个，大招小狗，但是敌人直接撤一波了，没大招，进能了，要对，没大招什么软肋，好了，反打之后果冻送了两个，蚂蚁也被晕到，哎，还好没有反影，没有反影，是的，谜团现在应该是稳住一下，要炸，能不能炸到 VS？ 秒掉，秒掉，好的，在三步防守，直接一炸，这样人头是反打了回来，对，应该经济方面还是对于 DK 比较的有利吧？打完之后我们看一下，一个很明显的曲线上扬。DK 这边的大哥都没有死啊，主要是他们收割的，他们反杀是买活反杀的，对，就是买活的，特别伤，特别伤，这样的经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哎，第一时间那个小狗感觉在塔下完全没有反应的，他是引刀摇脸，所以当时没有反应过来。但是怎么他看到一个站着一个球过来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是应该有闪避时间的。只能说做出反应慢了，但是我觉得现在 IG 应该懂了，知道 DK 没有大招时候可以继续打他们打。我觉得再来推中塔，要么打 boss， 要么推中塔。我觉得 IG 一定要做点动作，不然 IG 就黑了。就打中塔吧，打 boss 不太好呀。你打团战阵容就是卡 CD 嘛，卡大招 CD。对，你再等谜团有大，谜团没大。其实这段时间还是挺好打的，挺好打的，因为密团大招 CD 比较久，这是 DK 阵容唯一的一个弱势。但是大树的大招 CD 很快，大树现在非常快，他大招 CD 特别快，来了打 boss 了，打肉山了。但是 DK 肯定应该是不会放，蚂蚁应该 TP 了 ，TP 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波，可以试试看。月炉很肥，马上要做强袭。强袭。但是 DK 好像也有点不敢打的架势吗？他们本身打肉山不是很强势，有勋章吗？维萨吉出勋章了没有？没有勋章。小狗怎么好像会被肉山打？哎，小狗，哎呦。一个，哎呀，我有高，有了很多人，他在前面秒，在小狗很危险，你被大树缠绕住，13-0加上死灵风龙，走位很尴尬。这个位置很舒服，对，但是还是有点打不过，周师傅能买活，而且能跑，周肯定买不活，刚买过的。这波的话，岳峰立功了，那个防击的隔断，因为让敌军全部冲上来。上了呀，对，但是这个盾可能要交掉了。但是发条这个判断还是蛮准的。对，开战，周神这样崩了，周神现在应该是直崩。崩了，四两波直奔，而且他是买活赛死了第二波。对，他上一次就是买活打的，还要做晕锤，那还早着呢。我觉得等他成型估计等不及了。这个谜团和大树大招还有多少啊？谜团早，大树刚放了，大树应该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好吧？对，同一时间好。同一时间好，这个时候其实 IG 不敢乱打的，你要不现在就上了。没办法，这个盾不能给，就要不这个盾不能给的，给了蚂蚁就很难打了。你推断两个大招好了，要打，要拆打，月哥的速度高了很多。炼金，对，是一个漂亮，被隔断了。炼金，我看一下防不进，防不进要死。黑
黑了。这几波都是 DK 大赚啊，在刚才其实隐藏的功劳是这个发条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放了个尺寸，对，队友全部脱节。哎，刚才小狗被框住，小狗这样的话周神要死第三，尴尬了，周神有没有小兵钻？炸到了，炸到了，死了。啊，另一边，这边拿起来。两团，两段才几秒，这是差距的一种。走，小明，你看这个大招太亮了。对，是 IG 团灭节奏，团灭节奏一个维萨奇仓皇逃脱。这样的话 ，DK 这一局呢已经是胜出了。哎，我们只能说天尊的这局表现实在是太亮了。虽然天尊又死了，但是他的这个他的死都太值了，队伍当中毋庸置疑的一个头号功臣。而且这两波周神有点伤啊，他连死了四次了，四次打团必死。而且还是买活死，你看啊，反观 DK 的两大哥都有点黑啊，两个人都是一万二，对，一神的经济现在是跟炼金持平，这样的话 IG 应该是赢不了的啊，这一局应该是胜势了。对 DK 除非是犯这种致命失误送一波零万五的团灭，我觉得有点难，非常难，非常难，在这种大比赛非常难，而且现在节奏是 DK 掌握的，迪哥会等谜团大招好了之后才来找你打，是我想打你才能够，对，你又不敢找 DK 打，关键是你现在肯定不敢找，所以说基本上这盘DK 只要不送那种很关键的，好，谜团跳刀了，大树我觉得回去出出这个什么灵开啊祭品啊都非常好，这种团队辅助装，这种节奏来说，对于大树来说最开心的。哎，是论坛上大家都表示说，这个周有点上头，就这个买活太伤经济了。他的买活只能说没错，就是他们这个打团的这种买活打你 CD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。对，但是你正面团战打成这样，那就只能说你黑了。团批老是在不死，这就不应该了。你买活，然后又死，对你这两波买直接死伤了，就直接刚才复活之后第三个人头，哎，换过来，一波想秒吧。他九反攻，又是天尊，又是天尊，对吧？对吧？这边推吧，救一下，砸出去了，没死，没阿姨收割，收割能级，还有 VS 有机会。好了，直接秒掉，就说对，再次迷团开大招吗？看这边防不击，防不击，到处还要留人，有大招，蓝不是很多，应该是杀不死，杀不死，来勾走了，勾走了，对，不好留。迷团看到好像是交大杀掉龙骑，没大的，没有放大，没有放大，哦，没有放大，没有放大，那是谁放了个？他放了那个凋零，对对对。放的凋零，我最近感觉凋零跟那个大招的那个样子稍微有点像，哎呦哎呦，好像要 TP 了，应该是要阻止他 TP。哎，看到了，队友在来，来了，不住，先逼的，先你变你啊，他肯定不会放，哎，缠住，缠住，对，那就 TP 走，应该问题不大，应该问题不大，差一点点 C， 他这边阿木去勾一下，走了，现在 IG 是被打的抱头鼠窜，我现在第三名都已经是谜团了，对，经济排行榜差距非常的大，我们看整体经济和经验差距，哎呦，一万奔着两万去了，一万七，你打什么呀？经济的话是一万三，一万五，往一万五走了，先把 DK 要拿下，问题不大。应该是就是怎么赢，我觉得这盘的话 IG 最大问题是在于他们拿了一个前期打架很凶的一个阵容，但是不找着别人打，让人家野区资源全部占据，而全部占据，而且自己乙方这边的酱油反而没有乙方这边酱油好肥，对，应该说没有想的那么透彻，就是他们应该把双油摆在下路来威胁对方的野区和中路，对，你哪怕是干扰谜团的发育也是很好的，不至于说你的游走效果这么差。哎，这边是盾还有三分钟，足够让你玩啊。嗯，而且蚂蚁这个这样下去有点无解，因为蚂蚁打小狗本身就比较好打。是的，现在小狗装备已经不跟他在同一档次了，两个大哥都是装备碾压你。而且龙骑另一边，先手又是发条的先手吗？对，是发条，周神又被秒，周神被秒，发条一个勾再次带走了这样的核心英雄小狗。那就走远了，上高了呀，上高了，这波。这一波应该是直接要结束战斗了吧？带盾，然后蚂蚁炼金小神装，暗面蚂蚁。有点无解啊，面蚂蚁。龙骑士有想法，但是没有打的，不敢打了，已经。谜团有大招，现在、哎、有跳刀。你这么凶干什么？炼金很肥，打不动根本就。根本不掉血啊，整个。对，不掉血，再加上树甲，简直无解了。看谜团是不是启动、哎？直接打后排。对，谜团这一波，大树和谜团的位置。谜团没启动，但是正面已经打不过了，谜团没放大。对，小狗。小狗又死了，没有，小狗已经在死了，看到没有？那是杀了防击，防击死了吗？对，来这边勾过来，防住龙骑，这边有机会带着龙骑吗？有了，一团跳大，跳大，太漂亮了！那这波的话，懂的，还是 GG 的第一盘。啊，我觉得已经可以投降了，没有太多的意义。
这边是谁？谁？防不击，有小狗，然后再走，又被咬住了大招，然后狗再次被带走。没有没有，他装了兵。小兵，我觉得可以反补掉。还有啥？还能倒吗？炸一下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超神不会命。好的，恭喜 DK 非常漂亮的拿下了第一局。狂欢月开始啦！2013年8月7号至9月7号。